不久几个 I 赢得了车辆，你不要怪他以前推牌要赔5包，哎，好大家好，欢迎来车楼，通常好人也好，留住车楼的爱。好，第二条题，你刚才那个车以前推牌，哇，真系攞到啲经典，喺呢个真正第一格嘅。冇錯，推把機種係第一級，係 啊，全真嘅，冇錯。喺到嗰間韓國 A 字頭嗰間，柏林我都得個模型飛機專門賣，咁即唔係好似啊，咁巴士專門啊，中環嗰間 Michael 喺中環嗰間，係冇錯，唔係好似紅磡家居庭嗰間賣飛機。巴士執佢咗廿幾世嗰間，係冇錯，喺紅磡嘅。我哋當時係讀緊書嘅時候，紅磡嘅時候買一架，好似係2000年嘅3月，第一架機種，2000年嘅3月佢出貨，我又買咗啦。其中一架咧，即到依家係，其一架咧。就係西貢線，好似12年，佢未搬啊嘛，架啲機話要清佢話俾我啦。依係全部快遞嘅，而家727。第一架咧，早佢十幾廿年，我喺紅磡嗰間，佢執咗噶啦。我係當年嘅讀緊書，即係荃灣啊，放假就多咗喺嗰間睇模型啦。呢個真，可能。答係冇錯，而家少去，唔好問，又唔想問咁多，因為我以前係好難揾到中意嘅人，唔係好容易。但係睇飛機，如果真正就喺飛機，你喺飛機場見過啦，由凌晨嘅天光嗰一刻，去到午夜臨飛嗰一刻，就係一日，係咯，乜嘢都冇啦。你包就係呢啲民航機，呢個講俾大家聽係真。喺個蚊聽先，呢個引擎 JT9DL 係呢個除咗美國大陸之外，啊，全日空啊、華航啊嗰啲佢全出，仲有搭美變咗個柬埔寨嗰個色。飞727飞香港嘅，嗱问我嗰阵时十零岁，咁你都唔好啦，睇飞机就稳阵啦。我又91年睇到92年睇飞机，91年睇飞，好似89、90年开始睇飞机，1990年，我又好睇天台玩唔到嘅。就係個第一機場嗰個收費錢嘅咧，睇飛機啦，曾經去過吉隆坡嗰個，後尾有個觀塘入隧道嗰個幾舊機場隧道嗰度，有幾架機嚟嘅，好似見過一架2架707嚟嘅，好似2架 CT-48 啦，一架727啦，仲有一架 BAE-146 嘅，好經典嘅佢，好似去到波本。天家最近有一隻 DC-3 嚟嘅，啊，而家仲喺度嘅，喺科管，仲一架自己拍卖咧，就喺国泰城见到嗰架叫 DC-3，我都铺翻个张相俾你睇，真实嘅呢个，英国四个约人，唔好意思，美美家长都中意咩男嘅女朋友，唔好介意，最细个到依家一再民航机。點解要講民航機？後來唔止飛機咁簡單，私家車啦，送啲私家車，模型嘅新車有，唔止飛機啦，啲飛機有機場會議唔係，呢架飛機唔係啊嘛。有啲間間巴士都唔
子啦。咦，咁多間巴士公司睇巴士，唔知飛機定有巴士模型最早期。有啲係出過砌嘅模型車，有啲係完成嗰啲玩具攞啲玩具車合金嘅。嗰陣時好多品牌唔多嘅，除咗最早期嗰啲咧叫做日本 Tommy，日本 Tommy 最早期嘅，我覺得係真嘅。品牌咧，民航機品牌咧就真嘅，其實兩間品牌，一個 Super 一個 Turbo。真嘅，呢个系1:600嚟嘅，呢个咧就系1:500，真嘅。全世界最早期一两间品牌出飞机，砌嗰啲咧有，讲迟啲话你听，我攞翻啲好嘢嘅，我搵翻啲1:400本嘅，已经冇噶啦。好早期嘅，有啲话搵翻啦，我见到啊，我喺街旁见到1:400嘅日本洋菊村砌啊，我哋有见两架砌嘅，一个咧喺仓环球开仓无电嗰日，搵到洋菊村，买翻一架啦，咁好嘅嘢，要买翻怀旧嘢，唔买咁贵啦。而家啲出面啲模型係咁貴啦，點解我買二三手飛機咧？因為有一黐有得成，有膠水，我有呢部貼，真噶，靚唔靚唔緊要噶，而家要講環保，因為環保唔簡單嘅，我有少少經驗，點解啲飛機環保嘅呀？扯咗出嚟。好啦，呢架飛發箱一速冇人壞，有啲黃鑑鑑，有啲係甩頭甩骨，啱啱文件同我講，我都有早期2002年有講過嘅，冇講過俾大家聽，我哋唔知，我哋都未知，而家講俾你聽，2002年打後啲機咧，唔係好得嘅，唔一定得，好似2000年新產上影嘅機。模型機啊，好似有啲近排，有冇睇到啲微影？明顯都有啲嘢發生咗噶，佢已經玩法發補救緊，出齊冇你冇事，你唔出齊你有事，好，講完模型一集，講完飛機啦，多謝有佢在啊。